足坛这一夜进行了多场比赛，在德甲赛场，多特蒙德在主场踢疯了，3-0横扫弗赖堡。这场比赛完全在多特蒙德的掌控中，多特蒙德的控球率高达 66%， 17次射门，8次射正，进了3球。而弗赖堡被压制到没有多少像样的机会，输得毫无脾气。多特蒙德的两名前锋都表现很出色，马伦4次射门进了2球，而菲尔克鲁格虽然只进了1球，但他送出了2个助攻，表现甚至比马伦更加出色。拿到这3分之后，多特蒙德继续保持不败，连续5场德甲赢了4场，平了一场，这是非常好的成绩。凭借这3分，多特蒙德以40分排名第4，与第3的斯图加特积分相同。多特蒙德现在状态那么好，接下来有希望跻身第3的位置。而在法甲赛场，马赛则在主场翻车了，只和保级队梅斯踢成1-1平手。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在于第31分的一张红牌，吉哥被罚下，导致马赛只能够少踢一人。在长时间缺少一人的情况下，马赛没有崩盘，穆姆巴纳反而为马赛率先进球。但是很快马赛还是被追平了，乌敦头球顶进，把双方拉回同一起跑线，之后双方都没能进球，马赛爆冷，只拿到一场平局。这对于马赛来说是一件比较失败的事情，同时这也意味着马赛已经连续5场比赛都没能够赢下比赛了，真是太悲催了。加图索的执教能力堪忧啊，马赛再这么下去，下赛季想要踢欧战就难了。在西甲赛场，皇家贝蒂斯客场挑战加迪斯，结果皇家贝蒂斯2-0完胜。这场比赛皇家贝蒂斯控球率 47%， 13次射门，5次射正，进了2球。而加迪斯的射门数虽然比皇家贝蒂斯多了一次，但是却无法进球。威廉比若泽是全场表现最好的球员，他独造2球，包括一进球一助攻。福尔纳尔斯的表现也很出色，打进了1球，还送出了4次关键传球，在进攻端的表现很给力。皇家贝蒂斯自从输给巴萨之后，已经取得3场不败，2场一平，拿到7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，不迷路。